我是杨美丽，今天我们来了观雾山最后一个景点十八月塘，这里的风景听说很美很美，要所有的景点逛完最后逛这个，因为这边呢比较冷，然后树叶是最后一个掉的，我等了十天终于等了一个好天气，把最美的风景给大家带给大家。谢谢。哇，我在这里碰到一个粉丝，你关注我多久？还是有很久了吧。哦，还关注水木年华。必须关注的。点赞。对，我觉得你们记录的这生活和旅游挺好的。谢谢谢谢。要帮我录一段。我录一段啊。随便你后去，来看，我去。杨美女，我那个家门没门。这是为我粉丝跳的，他要给我弄个像，好不好看？好看，好看。来呀来呀，我小树林了。哇，好大个设备呀、啊！这个是十八月塘景区简介，这里的话，它主要是看水、看瀑布，你看没有？婚纱瀑布，我去看看婚纱瀑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全程徒步的，这个地方确实叶子比较多，也比较黄，也是最后一个好看的地方，所以要晚点来。满地的落叶，看水，好清澈，就像我的眼睛一样。学习中，前面有个前景，前程似锦。刚刚他们掉到那个水里面去了，现在在找手机了。啊，救别人，然后手机掉进去了，拍到了。在里面滚，拍到了。哇，这个水太冷了，就是掉下去滚两圈，我没看到。在找手机，手机找到没有？刚才我的手机，他那个箱子这儿掉了个人在那儿呀，掉了是吗？嗯。他就在那儿拿了个竹竿。手机在那儿掉下去。来，捞了捡起来，捡起来我们找到了，是真。啊，现在手机丢了，没捡出来。人救起来。啊，人救出来了。刚刚美丽本来是想在那里蹦一下，拍个视频的，然后一过来发现一个大妈在那里一蹦，丢到水里面去了，还翻了好几圈。我们这个负责人，然后下去救。就那个女的，然后手机掉了，哎呦，我都不敢跳了。这就是景区的美女，你看有多少人拍。哪个衣服是的？他们那衣服。哇，这个烟是怎么回事？水在烧火吗？哦，拍照的那个烟雾，长枪短炮的，跟我们团队的。你们是在附近刷到我的是吧？我奶奶里头刷到你的，你在109。哦，109都刷到没有？啊，哇，我还有109的粉丝。在这个景区碰到了三个粉丝。美丽只有手机，我全程都是自己跟自己玩，也没有让别人帮我拍张照片，也没有拍视频，我都是自拍杆给自己拍的。你不小心。刚刚美丽故意滑下，把旁边的姐姐吓得，这是太调皮了。只要风景好，心情就好。这个是巴中的十八月塘，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比别的风景还要更好看。树叶还没掉呢，掉了一些。落花有意，水无情。美丽一路走过来碰到好多女的说男的，哎，你拍的照是什么样子的哟？哎，其实有时候一个人挺好的，自拍杆放在那里，你如果两个人再拿着自拍杆在那里拍就有点尴尬，让别人拍又拍不好，所以男孩子应该把那个摄影学一下，要把那个女孩子拍得美美的。美丽一直说好的摄影师是可以把丑女身材不好的拍得好看才叫摄影师，并不是摄影师要去拍美女，我见不得那些摄影师就照着美女拍。为止啊，我也觉得我是个美女，但是没有摄影师帮我拍，他们眼中的美女可不是美丽这样子的，我觉得真实的拍出有灵魂那才叫摄影师。这是我第三次来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明天等快递到了我要徒步回家了。美丽这个憨憨走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人都找不着了，然后群里面的话聊天记录也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车停到哪里了。哎呀，问了半天也没人回我，好可怜哟、哦！车也把我丢下了，人也把我丢下了，我就玩了一会儿。哎，这种跟团的感觉还是不太好。